no。今日我哋請到方浩文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好 lady 啊你，OK， 但佢喺我心目中其實唔 lady， 係好型嘅一個女孩子。喂，呢只最新嘅專輯《Four Four Not Found》，404 Not Found， 點解咁叫？點解啊？因為最初頭其實我哋一二年開始派第一隻嘅歌啦，咁到最近第十 plus 啦，你是你本身的傳奇。咁經歷咗四年啦，咁呢四年裏面大家有一個總結嘅時候去諗，一個咩名字好呢，咁最尾諗嚟諗去，其實覺得咦，404 not found 嘅喎，因為嗰樣嘢係好難 define 嘅，咁但係就係純粹係一個就係方浩文嘅東西，咁所以就改咗做一個404 not found 呢件事去代表成個碟 concept。首先我哋打開先，而家你佢都話啦，冇人買碟噶嘛，買碟嗰個行為係撐嘅動作嚟嘅，咁所以我哋先放開。個 cover 個簽名要 keep 啦，隻碟我哋可以拎開先嘅，因為大家要啲聽過。但裡面呢一沓咧，書仔就犀利啦。啊！哇，好犀利喎呢個，好俾大家睇下先呢個。哇，好啊！你嗰件衫可以做嗰個打底，完全地睇到啊！哭乾了眼淚，乜裡面好多呢啲牛油紙嘅相啊？係啊，我哋成件事係 white on white 咁樣嘅。咁嗰、那個即係呢啲碟咧，本身係每一隻我哋派台咧俾 DJ 嘅一啲 single 嚟嘅。咁四年之後咧，就將佢哋每一張咧就印成一個 white on white 嘅一個 design。咁我覺得幾得意㗎。我哋嗰陣時去印刷廠咧，佢都問咗幾次嚇、啊，真係咁樣印啊？咁樣我係咧，真係咁樣印啊！我覺得呢件事睇落去幾靚。不過除咗呢、這個牛油紙之外咧，佢呢、這個。佢睇佢唔到，呢個直情係咩咧？你甩到咁多隻麻雀都未必甩到你抽紙。係啊，呢個呢個新年財。喂，點知呢個 OK 喎？但係成個 concept 好正，我覺得。即係大家如果係想親身感受一下嘅話，好簡單，行動支持啦。無人及你教育我是誰，無懼跌倒有夢便去追。呢四年裏面 ，keep 住喺不定期都會推出一啲唔同嘅單曲。呢、這個成個構思初頭有冇諗過嘅？即係會最終成為咗一隻嘅專輯。我諗冇嘅。其實而家啲嘢發生得咁快咧，每一件事都係即係個別嘅。咁、可能每一首歌嘅 concept 啊，或者幾時先至會累積到十隻啊，其實都係好隨意嘅。因為 Apple 係本身我嘅 signature 嚟㗎嘛。估到我就係方浩文嚟嘅，先至係啊，即係好似我拉你咁，未嗰陣時最當初四年前開始玩微博啊，啲人放淨係 update Facebook status 啊，咁我就 click 到，我覺得要寫低呢一個現象啦。咁其實 look back 四年後嘅今日，原來同四年前一樣嘅，大家都係咁中意玩呢樣嘢嘅，可能而家重點擁翻落去 Facebook 度多啲嘅。咁但係嗰件事就記錄咗當時我睇到嘅狀況咯。我想講下一首近期真係淨係睇點擊率都癲，因為而家我 like 你咁，你好中意 like 噶嘛？點擊率而家係好多人存在嘅價值嚟嘅，過百萬點擊率嘅 MV 其實唔容易。但係呢一隻《分手總有終點》哇！我都估佢唔到，其實係啊，所以我覺得人生就係咁得意啊！嗰啲我好中意嗰啲冇人溝嘅，唔係有嘅，一間我哋就會講下啲你覺得冇人溝。嗰啲我以為 OK 啦，咁但係都好中意，所以個 judgement 錯錯地。曾聽誰雨天總要放手，總要分手。曾跟你約定下個淡季浪漫旅遊。其實我一路以嚟都係即係。Nothing to lose 的心態是我做的宗旨嚟嘅，即係當你覺得你覺得呢個 concept 好嘅，你想分享嘅，咁就寫咯。咁同埋我覺得控制唔到嘅，即係得唔得到大家的喜愛。咁但起碼首先要得到自己的喜愛啦。咁你自己中意做咗之後，結果係點你都會開心。最美好的一切，請你別研究。谁值得？不值得？头先咧，导演就话有只歌叫《波耶波罗咪》，咁啊，方浩文，究竟呢只歌
真嘅名係叫咩咧 ？Om Mani Padme Om。Om Mani Padme Om。係啦，咁呢首歌誒，佢當中嘅背後嘅意思係點樣？其實當初點解呢一首歌會出現呢，我就係無意間咧聽到一個叫做 Om Mani Padme Om 嘅六字大明咒，係一啲藏文嚟嘅古文。咁咧我就問嗰啲信佛嘅行家啦，我就問佢：哦，請問呢六粒字係點解啊？又睇唔明，因為啲藏文唔係我哋而家睇到嘅白話文嚟噶嘛。咁佢話其實譯翻做咧就係話心如蓮花潔淨。咁我就覺得非常之好，因為我覺得其實無論外邊幾亂啦，你自己起碼可以維持到自己信嘅嘢係不被影響嘅，咁所以依然都可以好似一朵蓮花咁啦。碌翻一個零兩個鐘，咁佢哋話真係個人會輕鬆翻㗎。嗰啲就係開始有智慧嗰啲咯，即係開，但係有啲仲係好迷戀喺呢個愛情當中嗰啲，咁咪就係睇聽分手總係最最癲咯，係咯，所以。其實你首首歌都接近有 MV 啦，每一隻 MV 我覺得係一個成件事連埋就係歌一個 art piece， 因為你畫面又係用一啲唔同嘅手法去處理啦，拍嘅時候又係啦，又係咪同導演或者你嘅團隊成件事一起溝通，話要點做點做點做？我想方浩文其實到目前為止不是一個個人的 judgment，其實是一個整間公司的一個平衡，無論 art design 啊，或者到歌啊，到他做的每一個訪問啊、show 啊，所有的東西其實我們大家都有去消化過來到拿到一個 balance 的，所以變成說之前一些 MV 我們每一次拍之前呢我們都會開會的，咁可能會傾今次呢件事想用一個咩 concept 啊，都傾好啦。咁我哋就會同導演阿肥波講，咁我哋就會去將成個 concept 拍出嚟咯。方浩文嘅型，即係當然要發自內心啦。但另一方面都係經過團隊嘅堆砌少少啦。因為你嗰啲 art design、音樂、MV 全部你睇到係同平時我哋睇到嘅唔同類別嘅，你話唔，但係有啲人可能會叫咗做非主流，但係其實呢啲係主流嚟噶嘛，即係只不過係未必係個，即係可能有啲人有唔同嘅想法。我冇去諗法咩叫主流同非主流，我成日都覺得音樂就係得好聽定唔好聽嘅，即係冇主流定非主流。同埋我覺得當如果你真係做得好，人哋中意聽。非主流都會變成主流，但如果你做得不好聽，主流都會變小眾。我也想哭，你今天知道嗎？賺到幾多，願放棄自由嗎？你是你本身的傳奇呢一首又是很有好 positive 好正能量，大家聽完之後都有不同的感覺。其實我覺得現在在香港乜嘢年齡嘅人都好辛苦。你諗下，你其實你賺嘅錢又唔係話多，但係你食又貴，你食嘢又貴，然之後租又貴，你唔使唔剩都租都去咗一大忽啦。然後我認識好多而家嘅人，因為要使錢喎，婚又唔結啦，仔又唔生啦，然後做阿爸阿媽都又擔心啲仔女有冇屋住，即係好大個都仲同佢哋一齊住，咁你冇曬空間啊嘛，咁我覺得好辛苦。咁我記得以前咧，當我覺得有啲難關好難過嘅時候，我會揾一個 role model 去俾自己，去諗我可唔可以好似佢咁樣奮鬥咧。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啦，2016年嘅今日香港，我覺得係其實每一個人做好自己就係自己嘅傳奇咯。是無法躲避，你是你本身的傳奇，憑著你志氣。咁喂，四月有啲正嘅搞作喎。係啊，4月13、14號，我會喺呢一個嘅旺角麥花臣做我自己第一次嘅售票演唱會嘅。可唔可以斷行咁買嘅？可以。等住你，掹低佢。係啦，掹低佢先。係啦，你個感覺會係點咧？有啲咩可以透露俾大家聽啊？喂，嚟緊有呢啲。我覺得個感覺就係
終於係好似一個 gathering 咧，中意方浩文嘅朋友終於可以一齊嚟坐埋一齊喺同一個地方嗰度，聽一下一啲即係一路嚟咁多年我自己唱過嘅歌啦。因為其實我自己唔算係一個成日都表，即係成日做 show 嘅表演類嘅歌手嚟嘅。咁所以出道到而家呢一個係我第一個嘅 first one。咁所以我希望都多啲嘢俾大家睇，咁就會排舞嘅。正，我覺得唔知係咪正。幫浩文跳舞，真係做到一開場就廁所位都有型㗎，唔係講笑啊！上頭版就係佢一跳舞去廁所，我職業喺嗰個位完結啊！淨係未嘅，我哋想趕佢翻嚟㗎嘛。咁我哋會排咗一忽咧，一 part 咧就係有跳舞睇嘅。咁另外有啲歌咧都係 rearrange 啦。咁我哋今次都會有一個新嘅音樂班底去將我以往嘅歌可能即係重新再編曲一次。咁我哋其實而家呢輪都成日都有好多 meeting 要開，咁就係睇下點樣可以將呢個演唱會做到好 full 咁樣俾大家去睇下咁多年累積翻嚟嘅心血。我相信大家都期待呢一個演唱會嘅。咁但係咧，期待還期待。我手頭上有一張親筆簽名，不是我簽名，是他簽名的 CD More Fun Not Sound。如果你也想得到這一張專輯的話，很簡單，只要去到 HK Online TV 的 Facebook Fan Page 專頁那裡，就可以答一條很簡單的問題，就 follow the instruction， 那就可以得到的。當然方文要幫我們問一條問題，不要太易，但又不要太難，可以交給你。好，第一條問題就是我而家做緊呢個 HK Online TV 嘅訪問，叫咩名字呢？呢個節目哇，超難喎、啊、呢、這個。呢個識答嘅啦，即係上嚟睇都唔識就冇點嘅啦。咁啊，大家識答嘅朋友即刻上去HK Online TV 嗰度咧，就可以參與呢一個機會嘅啦。咁啊，原本有三隻嘅，而家得翻兩隻啫。今日多謝曬小明方浩文嘅，祝你個 concert 嘅話，我包兩行啦。嗱，你話得，yeah， 拉大隊去睇啊！Thank you。